好了，接着转。太公奇门这个年运卦断的，一般来说是以年运为主。但是中国来讲，我们不管断谁的卦，其实呢，都要是说，既然断了，就有句话"算卦不留情，留情卦不灵"但是同时呢，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说，对待任何一个顾客都不可以糊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断卦。你就要把每一卦断好，这样式的你的卦迹才能够精准。但是卦一拿来以后呢，大多数你们要有一个流程，先看运宫，再看财运宫，再看事业宫，然后再看婚姻、子女，然后这一生的福报有没有产业家业，然后呢父母怎么样，兄弟姐妹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这是属于我们说每一个卦拿来，就他拿来一看说运宫在寅木，对吧？运宫在寅木的人呢，在艮宫首先第一点说他的心地非常好啊，善良啊。但是有一样啊，他生不逢时啊。为什么说生不逢时呢？他生的这一年，跟他的运宫看寅申相冲，然后天干是金来克他，所以说他总是有点犯这个天克地冲，干什么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顺的，而且他一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有阻碍。那这个庚申会伴随多久呢？99年。什么叫99年呢？是长长久久，而不是说99年的久，是长长久久，它会伴随一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本命太岁。本命太岁伴随着他一生，但是呢，他这一生我们来讲说，庚申又是他的迁移，对吧？迁移呢，他走到外边是比较好的，这就是说，那他一定会离祖啊，会离开老家呀。但是好在是说，虽然太岁克他好在他得月令啊。为什么月令助他帮他呀？月令助他帮他，他运气来讲，有的时候还挺顺。但是终归来讲，太岁克他，他一开始干什么事情就会受到阻碍，然后后面有人帮，在后面呢，有小人泄他呢，有人帮他，我帮你，但是午火毕竟是泄他呀，然后到最后有一个乙亥来生助他，就是说。他干什么事情，刚开始都面临着绝境，但是只要他坚持下来，好在因为艮宫的人呢，他做事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可以说他做什么事情，中宫有一个六星，这个六星用一句话说，要登绝顶，但到半途需努力，他有一种山高人为峰，不管怎么样，只要我坚持下来就好。所以说，凡是运在艮宫的人做事都会有耐力，但是他经常思想变化，因为他是一个思想星啊，一遇到阻碍他就想放弃，放弃呢也不行啊，就得坚持，因为他有一种坚持的精神。如果他的运宫在水，那就金水不发少年人了，他想放弃就放弃，但是他在寅木，而且好在里面尚有青龙。青龙是八神之首，百恶消散，诸神灭迹，有一个化解星。这个化解星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九星。九星在奇门遁甲里面，也就是说是慈悲之星。所以说，学习太公奇门的人都知道，说这九星是珍珠门，珍珠门有化解力它是一颗化解星，遇事有人帮。凡事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但是同时也代表着这个九星。一般来说呢，说他骑着马迁移来的，他性格跟小孩一模一样啊，高兴的时候就像小孩一样啊，这就是我们说了，他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娃娃殿那来的，娃娃殿来的哪来的呢？他一定是父母求来的啊，就是说，父母上那个庙里，找这观世音菩萨，说给我送个好孩子吧，哎，这个观世音菩萨就答应了，给他送来了，送来以后呢。因为什么呢？他缺位呀，所以说他骑着马来的，骑着马来的，太岁说不行啊，那你这，所以说他做什么事情不走运，非得认祖归宗，哎，他可能就会好了，但是我们说了，说对面迁移，迁移里面别忘了还有一个白虎啊，中国来讲，白虎是隐藏的一个凶煞之神呢，对吧？因为它里面现在从眼前来看又进了一个七星，七星为刀啊，禄星有灾呀，对吧？那我们看说寅申交没交战呢？它有个申怕出寅呢，丙寅月，
啊，银身相冲，这也是主他有过一次车祸的这一种现象。但是呢，他的福德宫不受损的，因为他的福德宫在辰呢，没有现辰啊，这是他祸不成凶。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这个九星在运，遇事有人帮，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嗯、这是属于其一。其二呢，我们说了，我们看看他的财，他的财宫在虚，他年月日时没有虚啊，对不对？啊、嗯，没有虚。那我们看太岁帮不帮他，说他的财属土，太岁生他，土生金，天干地支泄他，他赚点钱就没，赚点钱就没，他有时候还爱攒钱啊。嗯，攒钱好了，我们看说攒钱攒来攒去攒哪呢？他除非是纯固定资产这样事的话，他会剩下，否则他是剩不下的啊。然后呢，得不得月令呢？我们说月令是丑月，丑月为十二月，亥子丑为水，北方水，水土去克水，他总想求财，但是呢，他不得月令啊，还泄他，所以说他的命盘拿来一看，就不是大富大贵的一个命啊、嗯。然后呢，我们看午火是他的什么呢？官禄宫，对他的财呢，火来是生土是有帮助的，但是别忘了火克暗克他的金呢、啊，所以说他的事业上看得挺好，没钱赚呢，啊，财运不旺啊。啊，这个事情就大了，他的事业不过就是有人帮而已呗。啊，但是呢，我们说了，这里面进来一个水星的原局，说坎宫的水星过来压制他呀，来克他呀，所以说呢，他的财运并不是很旺，事业上容易犯小人，做的不是很顺的。啊，那么我们看他现在有没有财运呢？说去年是虚土，他去年行这个财运。啊，但是呢，我们看着现在的格局是去年行财运，现在也有财，但是虚土虽然泄了，天干是水来克泄它呀，所以说他的钱财就往外花钱花了也行啊，但是他不顺的，为什么有虚犯害呀？啊，有虚犯害，他这花的这钱就不顺呗，害的什么身体啊，疾病啊，啊，有卯酉交战呢、啊。那卯酉交战，他就要克谁呀、啊？说冲克父亲呢、啊？父亲冲克了，天干是水，好在天干水来重，但是别忘了他父亲的宫位里面有一个四星啊，四星是福来而不知，祸来而不及，四星不易冲动啊，啊，那我们看说他冲动他的父亲什么不好呢？我们看运凶偶子财机。那父亲的疾病宫跟他的疾病宫有虚犯害，也就是说他身体不好，父亲身体也不好啊，这是属于这么一个病。但是我们看了为什么说他现在父亲身体不好，因为二星进来了，二星为什么？后天的流年星，也就是现在眼前，就是他现在他父亲身体也不好，为什么疾病缠身？但是呢，他的财宫现在本来他原来有点钱啊，不是一点钱没有，戊戌化合有土来生，虽然是说但是财不多，但是这个二星坤宫进来了，五鬼偷财呀、啊、所以说他现在财运根本上就不是很旺啊啊。那我们看看他现在有多少钱呢，对吧？好了，他的财属土，亥水虚土去克亥水，好在天干柱，2019年他还会有一点钱财，那这也说明呢，他现在也就是说土生金啊，虽然他一直在花钱，但是他有一点固定资产，但是要说钱他不是很多的，啊，寅木好了，来克虚土，丙火来生暗克金，所以说他现在钱财在往外暗地流失。像这种火克金这种像，往往一般来说都容易有这个借贷的关系。说白了，就像这个贷款买东西啊，因为虚冲辰嘛，福德亥水，什么天宅共了，福德动了，那他可能是拿钱买房啊，或者拿钱买车了啊，但是一定有贷款的这个信息。卯，我们看卯冲啥？冲身体疾病啊，
所以说他今年身体 也不是很好啊，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好，比方说天冷了他现在就容易感冒的啊，这是属于。但是呢因为疾病宫在对宫，对宫又是这个什么呢，又是这个有刀口伤口的啊，再加上玄武，玄武主暗昧，主坎宫啊，玄武主盗啊，盗窃他身体啊，也就是说他有不良的习性，自己盗窃自己的身体的啊，这是属于这么一种相。但是我们说酉金啊，酉金好在是说现了一个酉金，这个酉金呢是天干水化泄，所以说泄他的身体，他自己盗窃自己的精气神呢，他这就说明典型的我们说身体不好，然后虚土是财呀，有点钱财，但是天干化泄不够花呀，所以说他要是说八字地支现火了。年月日时眼前现火，火来生土，那他财源会源源不断呢、啊、他现在财运不旺啊，我们讲说虚土土来生金，反倒化泄他，这就说明说他现在财运不旺，有一点坐吃山空的这么一种感觉。不过呢他有点固定的财源，或者是说工资，或者打工每个月就那么多钱财。但是这个官禄宫在这里呢，一般来说有的都是拿国家工资的，或者是说运在艮宫这里是从事文秘方面上的工作，但是它是属于文职，不是武职的，这是属于其一。其二呢，他的婚姻当中呢，这有一个甲午啊，子丑化合，他的婚姻其实呢容易不顺或者我们说子午冲他要么行这个太太身体不好，因为什么呢，他有点冲克太太里面进了一个病星，也就是说如果他太太身体不好，他的婚姻能长久，如果他太太身体好，那他就双鸟离别，在婚姻之中就会散丑和这个子化合容易被人领走，这是属于这么一种相啊。但是我们说了，说这个是不是桃花运呢，其实也不是，其实它没有桃花运的啊。但是这个二星是一个病星啊，那就主他的太太身体不好，不离异就身体不好啊，离异了太太算了啊。但是他的太太应该是很能赚钱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运凶偶子财，太太的财宫在申金，他太太比他能赚钱的啊，这是属于子女宫进来一个什么呢，我们说了，说子女宫先天八卦为这个艮，后天八卦为这个乾，一般来说他命里应该是有这个什么女孩啊。但是从卦象上看，我们讲说纯阴转阳，纯阳转阴呢，它因为里面进了一颗什么星呢，说七星进来，这就影响到他命里应该是有一个男孩的这么一个命啊，这是属于。但是呢我们说了，说身害相害啊，那么就是说孩子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啊，这是属于。他的命盘我们来讲说，可以说是去年虚土有虚犯害，见卯则行，所以说他去年身体不好，财运不好，有点克复的。但是今年呢，己亥年却生他月了，云与亥相合，然后呢虚土去克亥水，他今年一定要投资，但是天干是土来助他，今年的太岁助他，但是无论今年太岁怎么助，本命太岁不助他呀，要泄他财呀，也就是说他要想运气好，要想运气旺，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本命太岁伺候好啊，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了，一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去供养自己的本命太岁，你看人家佛家就有本命佛，对吧？但道家呢，虽然有六十甲子太岁，但是很多人都不注重本命太岁。你生这一年的太岁掌管着你一辈子啊，你把它伺候好了，它会保你一辈子；你伺候不好它，它一辈子都让你不顺。明明应该好，你看青龙在内，九星在内，明明应该好，它就让你好不起来呀。
他就泄你财呀、啊。啊，事业当中那火去克金，太岁斗不住你，不住你事业，不住你运气，然后呢还泄你的财，还不让你饿死，有的时候还让你赚一点钱。啊，这不是我们说这个命如果你不把这个本命太岁化解了，那你这一生都不是很顺，就是你命应该走好运都走不起来的啊。那我们就不用说看这个流年这个运了，流年的运你无论怎么看再好，由本命太岁说的算呢，他掌管着你一生啊，就没有用呗，对吧？啊，所以说断本命卦就说你运程再好你还有一个命呢。自己想一想该怎么办。太公奇门的道法你也学了啊，也应该知道如何化解。